好，各位棋友大家好。好，那到了我们这个线上象棋课程的时间。好，那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那今天呢是这个实战的这个交流。好，那一样在 PlayOK 的这个网站上。好，那这一局呢，好，我们是10+10的这个也算快棋吧。好，那双方的这个布阵呢就是中炮对屏风马，中炮七兵过河车对屏风马。好，这个棋呢算是蛮流行的一个对局。好，那我们来走走现在比较流行的哈，这个叫左马盘河，好，左马盘河针对红方的过河车来反击。好，那现在比较激烈的呢是这个右横车，好，那我走走看好了。好，那这样子比较有激烈的变化。好，那果然红方针对黑方呢，好，比较薄弱的地方呢，啊，冲中兵呢，好，针对中路，黑方就冲啊，冲过去，好，双方呢大打出手。好，那黑方呢这个主再冲过去。啊，这样双方比较容易形成对攻。好，这个时候黑方大部分会把它拱掉吧。好，那我们来走走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呢？可以来看看。好，以前比较老式的呢是中炮。好，那我们来走走看中炮好了。好，这样有可能黑方准备要弃子。好处是这个，他如果兵拐弯吃马，或者是车退回去吃马呢，他的中路攻势就减缓。好，那如果比较激烈，兵可能就直接这个冲进来。好，冲进来的话呢，就比较激烈，黑方可能就会准备要弃子。好，那黑方这个挂中炮，直接从中间做反击，好，也是一个找法。好，那大部分现在呢，大概会比较喜欢走的是先吃掉这个兵，好，先吃掉这个马。好，那黑方，好，黑方就把它吃掉，好，把这只肥肥的中兵给吃了。好，那吃完了，黑方呢，这个炮不能给它这样子白白吃掉。好，这样子就可能会形成弃子。好，那黑方呢少了一只中马，少了一只黑马了。好，那看红方这只马要不要给。好，不给他可能退窝心马。好，那黑方再来做反击。好，这个变化也算是以前比较老式的。好，现在相对比较少人走，好，但是呢黑方应该也是可以下一下。好，因为黑方待会呢准备要挂中炮，好，两个中炮，好，那红方现在中间都没有补，哎，他走这一手吃，好，那这样子对黑方来说就是简单要回一子，这样子走把黑方是简单要回一子的。好，我马吃马也可以，或者是我先踏下去，或者我先打你会一车，有没有一车换双？看起来意思应该是一样。好，先把吃的拿打一下。好，吃中马看起来似乎是大同小异。好，待会马吃马，这个就多吃，又多把他这个马吃掉了。本来红方得了一个子，但是他往中间送呢，这样子就送了一只马回来。好，那黑方还多了一个中卒，还多了一个过河卒。好，那黑方两个车又开出来。好，照这样下呢，黑方是应该是可以满意的。好，那黑方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他要本来弃的子呢要回来，这样黑方有可能就属于大优了吧？有个过河卒，两个车又开出来。红方基本上是一定要吃的，你不吃待会马随便跳呢有可能抽到这个车，所以他肯定要吃。好，吃完了炮打一将。好，那你这个炮也不能发出来让黑方变空头炮，所以他大概会补个四，补这边的四。好，补这边的四了以后，黑方可能再把这个车开出来。好，然后再站到这边来吧，站到兵临线。好，这样子的感觉呢还不错。好，然后将来再去考虑这个卒呢要怎么去发挥，好，看能不能想办法冲到底下去。好，大致上的想法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红方这个时候应该会吃马的，
吃马呢，黑方呢，黑方再把这个炮给吃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马给吃了，然后他上一手四，然后黑方再出车，然后炮可能要闪，也许会闪到七路来，然后车再爬过来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直接吃，直接吃，哦，那这样子，怪怪的。好，那把它吃掉。这样子的话，他不是准备要放空头炮了吗？哦，他是想要赶走这个空头炮啊。好，那问题是你这个赶得走吗？好，这边还可以用竹把它靠过来。哦，这样子下来黑红方似乎太危险了。哦，因为有个空头炮。哦，他是想要保打死这个竹，问题是这个竹打不死。好，如果我们用这个车来的话，他刚好车硬吃炮。哦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车这样子保护他就可以了。他还有什么招可以赶走这个空头炮？目前看起来是没有。他可能准备要起横车了。哦，不然大概这个车点到这边来，点到这边来或城底看起来都很凶悍。好，空头炮之所以厉害，是因为红方的这个四象就上不来，等于说是直接被绑住了。哦，那这样子呢，对红方来说是很大的危险。我点进来有可能，他待会想要开车，然后再把这个空头炮对了。看起来他的计划是这个样子，计划是这样。气炮可不可以？两个车去抢他的乐，哦，点下来啊，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哦，他赶走空头炮，他也赶不走呢，哦，又打双的棋，好，所以车先点到下路，他炮升进来，升个四，哦，他可能有反扑，想要放城底炮的感觉，好，那车呢，好，先点下去，好，待会还可以甩到这边来，牵制他的这个城底炮的反扑。黑方待会也可以考虑补个四，哦，固防，好，免得他待会过来以后有放城底炮，哦，连续吹杀的手段是有可能的。哦，但是黑方这边也有这个杀棋的机会，哦，所以黑方这边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哦，他如果要防守的话，车甩过来或者是不是，如果要进攻的话，他可能车就掐到这个乐道，哦，然后将来呢看是冲阻还是什么，或者是，哦，目前想到是这样，哦，那车呢两个乐都可以打，他也可以车点到这个乐，哦，然后这个车再闪过来，哦，两个车去抢一个四，哦，因为有空头炮的关系呢，两个四都上不来。现在双方的焦点呢，就大概就会在这个空头炮能不能立得稳，还有以及呢红方有没有反攻的机会，好，偷袭的机会，好，偷袭黑方的王，好，他果然走这手，好，他待会炮放下去就变成一个先手，好，那针对这个棋呢，黑方可以先抓一手炮，问个硬手，我感觉比较理想一点。把他的这个炮给赶走了呢，这个卒就有机会可以冲下去了，哦，这个车如果抓以后，车把他这个炮卒就可以冲下去。他还有什么招呢？他打卒你吃掉他，好，那你车两个车抢一个炮，看起来是抢到这个炮，但是黑方先动手，哦，两个车就过来，一样是抢你这个四，哦，他走这个，然后走这个我们就把他赶走，赶走之后卒就可以冲下去了，哦，除非他要走车平回来，哦，他真的降下呢，我们卒就冲过去了，肯定是比他快，这样子黑红方看起来就不行了，
哦，他这个空头炮呢是蛮要命的啊、哦！你这个空头炮呢没有把他赶走呢，这个王始终都会存在的威胁。哦，所以他刚刚那样的下法感觉太激烈了。哦，他怎么样都不应该放黑方有个空头炮。哦，虽然他刚刚那个时候比较被动哈、哦，但是呢，你这样下可能这个局势呢很快就崩溃掉了。好像这样子呢，红方已经不行了。黑方呢有很多个手段啊，靠卒靠过来啊，冲下去都有可能。好，我们说缺四怕双车，黑方只要随便换一个四或什么的呢，两个车呢就可以闹得红方的九宫很不安宁。好，那黑方呢在进攻的时候呢，也防止了红方的反扑，哦，红方的偷袭。哦，那变成说这样子就变成有杀对无杀，好，黑方有杀棋的机会，那红方呢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个机会啊，因为连刚刚这个城底炮呢也被黑方的车给防住了。好、哦、那这个棋看起来红方要崩溃了。车身上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哦，纯粹不想被车抽掉而已。待会儿他待会儿歪王，好，卒先冲下去再讲吧。好，我们一般来说呢，诶，他想要对车是不是？卒冲下去想车平过来，他想车平过来撑个士以后再对车，哦，用对车的方式呢来化解黑方的攻势，哈，也是位不错的走法。那红方黑方有没有先动手的机会呢？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没有，哦，冲卒是也还可以考虑的。但如果我们补一手士呢？补一手士，他可能举平到这边来。看起来红方呢这个防守算是很不错齁，他平过来了以后要对车，哦，主要是考虑这个棋。好，哦，那黑方如果继续冲卒他一样抓。抓撑势对车。吃吃吃。其实也可以齁，哦，他这个棋就算空头炮站不稳。就算站不稳。这个卒靠下去了以后呢也还是很多棋存在。好，果然，好，那黑方补个士。黑方先把一个卒靠到九宫里面去再讲，好，虽然可能待会空头炮就没有了，他如果对车吃吃抓完这个炮，好，他要驱赶这个空头炮，好，驱赶这个空头炮呢，黑方也有几个走法，好，他也可以用车保，然后等他炮掉的时候呢，再设法脱身，好，或者是呢就给他赶，好，赶到后面他可能在中间一靠压住这个炮，来车保，哎，他走这个。走这个感觉怪怪的，他还想杀呢，可是这个车一点怎么办呢？他这样不是快完蛋了？这一点就绝杀了呢。看不出什么棋啊，哦，他这个棋走太危险了。哦，待会这个凌空一点，它这个车靠过来或卒靠过来形成双将，哦，这算是基本的杀法。哦，空头炮的配合这个两个
点穴的这个居根足，哦，那这样子就形成绝杀啦，他就救不了了，哦，他怎么样他都应该要对居，哦，对居比较顽强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复复盘吧。好，来复个盘。好，可以透过查询自己呢，好，然后来找这个啊游戏。好，然后找棋谱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把复制了以后呢，贴到这个象棋演播室。好，那这边一按呢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那刚刚这个是黑方下的棋，刚刚我拿黑方下的。好，选一个 ，OK， 好，好，黑红方风炮呢，黑方屏风马。好，那近期兵呢是比较激烈的变化。好，然后红方呢这个过河车，黑方呢好盘起来，好，这个就叫做左马盘河。好，你如果不走左马盘河呢，也有其他的攻法啊，其他的这个走法呢，黑方比较常见的呢，啊，除了这个左马盘河以外，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会走这个，啊，平炮对车，好，啊，平炮对车，那红方呢，如果保持变化，它会压住你，啊，压住你再推炮，好，啊，那这个呢有很大的这个体系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变化呢非常的繁复，好，啊，那黑方呢这个时候呢跳出来呢。以前就有了，好，那到现在有这个网络跟这个电脑了以后呢，这种比较激烈的走法呢，有更多人呢喜欢去采用，好，那跳正马，好，红方呢起横车，黑方起横车，好，那传统一点的呢，他可能会飞个象，啊，飞这个象，或者是飞左象，啊，这个是相对比较传统的，好，那起横车呢，等于说黑方都比较这个在乎呢自己出动大子。好，但是相对的，你四象都不补呢，红方这个中炮呢瞄着你，好，所以他就从中路去进攻。好，那黑方呢，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手软，好，因为他将来马盘出来呢，就要削减他的威力了，好，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冲，好，赶快让这个马的威力发挥出来，好，那抓马，好，那再冲，好，再冲，好，那这个时候的棋呢，黑方大部分啊，以现在来走的话，大部分会先吃卒，好，那红方呢，让这个中兵呢也冲过来，好，那他补个四，然后红方呢再吃个马。哦，黑方呢再把这个车开出来，好，走成这样子，好，那红方可能会靠兵，好，或者是有其他，比如说补士啊，好，或者是亮出炮，这个挪炮亮车啊，好，都有可能，好，这个变化呢，红方的这个中路呢看起来很凶悍，好，那黑方呢这个双车炮卒呢，好，在这个底下呢也可以做出很多的反击，好，比较激烈一点，好，那这边我选的是一个比较老式的变化呢，就挂中炮，好，直接就中路先把你牵着再讲，好，那红方呢，好。冲兵冲下来了，哦，黑方呢就硬吃这个兵，哦，硬吃完了呢，用一瞬间的机会呢，把他这个红车给吊住，哦，所以黑方这个炮往后一退，哦，往后一退呢，下一手准备要挂中炮，冲中路反击，好，哦，这个时候的起红方盘马是肯定没有便宜的，好，哦，那红方这个时候应该要退卧薪马，好，哦，那黑方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炮在一架，哦，一架了以后红方呢，哦，他要制造一个对桌，哦，否则他会容易落后手，那对桌走这个。好，那黑方呢？黑方这个棋呢，应该他会考虑的是车升起来，好，保持一点弹性哈，哦。这个马呢还在这个中央地带，好，哦，他如果急着跳出来呢，跳过去呢，哦，不一定有什么便宜哈，哦，所以黑方呢走这个算是比较隐而不发，将来可能有机会车从这边开，好，哦，去压制他或者从这边开，好，哦，那红方多了一个大子哈，哦，因为红方是双车、双马、双炮都在，好，哦，黑方少了一只马，好，哦，但是呢红方多了一个马呢，他是在卧薪。哦，黑方呢还有一个过河卒，哦，所以这样子下呢，黑方呢基本上应该也可以接受，哦，这样的下法也可以。好，哦，那实战我们来看，实战呢他马往中间一跳呢是一个算是送死的位置，哦，就是说将来黑方一定可以多吃一个，哦，所以黑方他直接吃也行。好，哦，那他也这个我实战呢挂中炮先看他车怎么跑，哦，他跑了以后呢我这个马硬吃这个马，这个是变成得子的状态，哦，得回了这个原来少的一个子。好，那红方呢，红方这个走过来这手棋感觉怪怪的，他应该呢，啊，再怎么样应该也是把它吃掉，啊，吃掉了以后呢，啊，吃掉以后黑方呢就简简单单把它吃掉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红方呢我看还是老实一点好，补个字。好，那你再出个车，啊，这个是比较老实，这个怎么讲呢，啊，对红方来说呢这个比较老实一点，啊，虽然说这样有点吃亏了，啊，黑红方呢平了炮。哦，可能平到这边来或平到这边来。好，那黑方呢可以考虑再进车吧。
好，那黑方呢双车都亮出来，好，那还有一个过河卒，好，所以说这样子下呢，当然黑方是很满意，好，所以红方这个马呢往中间盘是有问题，好，但是实战呢，他盘马的问题，啊，已经这个已经走出来以后呢，更严重的是红方这个炮发出来，黑方这个象一飞，好，那你这边一定要吃啊，你不吃呢，黑方有抽闪将的棋，啊，你吃完了以后变成一个空头炮，好，那空头炮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威胁啊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对红方来说，这样的选择不感觉不是很明智。好，你抓他，他闪一手，好，你根本赶不走这个空头炮。好，这样一拉住，空头炮还在。好，那这样子黑方就有一些棋等着你啊。好，然后开出来，好，再点过来，倒了一圈，然后卒就可以冲下去。好，实战呢，好，实战他升车，好，其实感觉升车也，好，升车因为他要抽车，好，所以他先升起来，好，那卒冲下去。好，那红方这个时候呢，在对车，好，对车，好，就连车，好，连车撑死以后。好，这一手棋他吃了呢就输了，好，这是一手败仗，好，显然红方呢应该要延续自己的这个思维呢再去强迫对车，好，强迫对车要把它吃掉，好，把它吃掉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黑方要怎么下呢？黑方这个棋要怎么下呢？哦，我感觉可以考虑走这个。好，那将来在歪王，好，那帮这个车炮脱身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黑方的红方的王位不整，好，他如果走这个，准备要吊住他，好，那黑方呢就歪王，好，他如果走这个，好，就将他，好，然后这边呢，黑方再将他，好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子的话，黑方的炮再退吧。好，那这样子对红方来说呢，位置总是比较差。好，而且你这个车可能不能擅离兵临线，好，否则黑方呢再多吃一个卒，好，再有多一个过河卒呢，这个红方可能就顶不住了。好，所以这样下的话呢，红方的位置还是比较差。好，但是你也比你实战强。好，实战呢，你这个你走什么呢？好，红方车闪过来呢，看起来要这个制造一些杀棋的机会。好，问题是呢，他可能没有看到黑方最快的速度的这个坐杀呢，就是这个车一点，好，这完全是一个绝杀，好，下一手棋呢，你卒可以中间一将，好，双将，好，卒将跟炮将，你也可以用车将的一将，好，这个也一样是双将，好，车将跟炮将，好，所以这个棋根本就没有解，好，你这个呢你顶多在将，好，他退四，好，你在炮挂中，那再撑四，好，你全部都给你将完了呢，就没有棋了，好，好，那这一盘棋呢，虽然比较激烈，好，但是呢，后面红方发生了比较这个大的失误。好，那前面的开局呢，双方这个也可以请这个棋友们稍微做参考。好，那这盘棋呢算是有点老式的棋谱呢，再拿出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欢迎，当然啦，因为这个是这个十分钟的快棋，好，再加上本人呢这个水平有限，好，所以呢可能也有一些错漏的地方，好，那这些地方呢，好，欢迎大家持续的做交流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好，谢谢大家。